今年七岁了，天生。他会跳舞，会唱歌，能做的事情他都自己做。儿子很聪明，很阳光。他就是喜欢那个玩滑板，是玩手机和打球。儿子经常也是这个样子跑步，我觉得他跑得好厉害，还有快嘛。这孩子真不用给鼓励，我也很佩服他的脑子和智慧。还有他的口语能力挺好的，他很会说话。我希望他长大以后靠自己，不需要别人的帮助，就这样子活着我就开心嘛。我看他就是感动。